这里是丰原的庙东夜市，也是每一次呢我们到丰原来好都会来这边吃东西的地方。好，那今天平日好人没那么多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大家吃什么。街道的长度大概200公尺左右，好，不是很长，但是呢，充满了很多像这一家哈，哇塞，这家就很有名，每次我们都会来吃。那前面的话呢，还有这个排骨面啦，甚至于呢有这个牛肉面啦，前面还有一家这个金素，凤梨冰，好，这一场。豆欢迎来。